如果哪天你被人欺负了，我那一次出拳一定是最快的。挺厉害啊，那你十三境巅峰大妖也不怕？不怕。浩然天下的文庙圣人也不怕？也不怕。连道祖佛祖都不怕？不怕。宁瑶也死在战场上啊？我不敢保证一定会死，但是我一定会争取活下去。好。陈明安，那你赶紧成为天下第一的大剑仙吧。我也不能保证啊，但是我努力。宁姑娘，那我在这里是不是会害得你分心，拖累你修行？但是你在这里我会很开心，在家里斩龙台那边修行的时候会忍不住想起你，就会发呆。虽然这样不好，可我就是克制不住想要来找你。最多三天我就离开这里，争取最快结识武道第七境，有资格参与这边的战事，然后我再来找你。历来妖族攻打禁区长城都会持续十年，给你十年时间跻身第七境，够不够？我尽量。就十年，不能再多了。好的，但是你也一定要等我。好，但我有很多的毛病。没关系，我喜欢你。